Google 高空气球联网计划目前在澳洲进行测试，那透过计划用的氦气球将会升高到平流层当中，提供偏远地区无线网路。那么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20颗气球会在12月从昆士兰来试飞，向离地表20公里的房屋以及手机来发送 4G 讯号。